较缩起来，是这个道理。哦，所以讲，咱为着要表示讲，咱洗人口这个反对洗人口这个立法的修法，哦，就讲透过这个中国的这牵手，哦，希望因至少爱交其他外国的牵手修改。哦，伊嘛是爱放弃伊个国籍，哦，伊来参加咱个考试，爱有咱迄落基本的迄国民的迄种迄落权利义务的即个测验，哦，安尼来交咱做伙，哦，交台湾做伙来拍拼，哦，咱无要，哦，今仔是当作无私，哦，作和平，咱后来表示咱的意见，哦，希望咱大家做伙咱来鼓励咱立法委员，好不？好，谢谢大家。听出来啊吼，所以我做徛街头啊，今麦立法院变作安尼啊，大家定定发展出来。两百名力士。哎，除了南部的这国民来支援啊，哦，啊，我是台湾高级团队会长陈立夫啦吼，哎，我等下用我今麦用黄宇讲啊吼，中配缩短年限的问题不是主要问题，而是中配可以唯一是不放弃他的国籍就可以取得台湾的国籍才是最大的问题。就算是六年改成八年、十年，也是国安危机啦。现在的这个制定的法律是二十年前定的，那时候二十年前中国跟台湾的态度跟现在是一样的吗？不一样。那时候还有笑脸公司嘞，现在直接飞机飞弹射到你的领海里面嘞，这飞弹射到你的领海，然后这个每天这个军事恐吓、绕岛演习，这个时候你还要把它缩短啊？其实中华，而且这个现在。这个陆中配他不需要，就像刚刚这个川进社长讲的，他不需要考试是很荒谬的事情。虽然会使用华语就可以不用考试吗？新加坡人也可以使用华语，马来西亚的华人会使用华语，他们也要考试啊。考试的内容是有没有台湾的民主自由的认同价值嘛？你会不会可以接轨台湾的民主自由跟公平的生活吗？考试的目的是你认不认识这个宪法跟我们的法律嘛？不能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在台湾生活嘛？不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习惯在台湾生活嘛？考试是要考台湾的法律、台湾的历史文化，这样才知道他想要当台湾人，不是你会讲华语就可以当台湾人呢？所以怎么可以这个中配入籍可以不用考试，而其他各国的都要？哦，这个就本来就是不对的嘛。我们是需要我们这个共同体，不管它的颜色啊，不管它的来源，都是因为爱台湾、认同台湾，要跟我们现场的所有人一起当台湾人，他才可以当台湾人啊！不是说我是中国人，我要住在台湾，我要来拿台湾户籍，享受台湾宪法，然后投台湾总统，不是我要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继续当，这个是不准的嘛，这是不对的嘛，所以我们出来抗议，不是要大家在菜市场砍价。六年改四年，还是要改五年、改三年都不是，要考试啊，要检验他们有没有爱台湾啊，有没有认识台湾，懂不懂民主自由，才有资格变成公民选举总统、参加选立委嘛。另外，台湾全世界各国限制其他国家来移民，本来就是常态啊。每一个国家对所有国家都平等开放的吗？有这种国家吗？全世界只有台湾有人主张对所有国家都要公平开放，甚至对敌国。日本有对北韩这样开放吗？没有。很多国家在冲突之间，他也不会对他的敌国开放。怎么有人替敌国开放呢？我们不是说中国的来的这个配偶都是敌人，但是中国来的配偶身上的这一个国籍是敌国的国籍是事实。我们没有反对中配个人，可是他拥有那个国籍，还在认同那个国籍，还在服从那个国家的法律，受那个国家法律的约束，我们就会变成我们的国安危机，我们就不能接受。所以没有反对任何中配个人，但是他必须要放弃他的国籍，他才可以加入台湾。这个是一个很有正当性的请求嘛？如果连这个都没有，那这个国家
就不是国家的、啊，就全世界所有的人，中国人可以随便亲门踏户的这个土地而已嘛，这个就人家的一个省嘛。我们知道现在最大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容许杜佩、中佩，所谓的中佩回去放弃他的国籍啊，我们也知道他不可能啦、啊，因为他认为台湾也是他的省啊。但是因为你可以用这个理由就说他们就不用放弃吗？不行，不行，不行。柬埔寨政府也不承认中华民国哎、欸，所以有其他放弃方式嘛？行政上有其他放弃方式嘛？第一个，他要去这个我们第一个，如果不能在我们其他的，我们现在中国有没有外管，也没有办事处可以办，没有错。你在台湾要入籍的过程，你可不可以做一个这个正式公开的宣誓仪式？例如说，你要不要带到这个最高法院门口啊？那所有的这个入籍的人都要一批去做一个宣誓的啊？你要不要宣誓的程序？因为宣誓也是到时候法律追诉制裁的一个要件啊。你有没有宣誓？另外，你宣誓拍起来，你就不能回去了嘛？很简单，就这样嘛，你就真的要留在这里了嘛？你有没有宣誓说你要效忠我们？你如果没有做这个，你怎么要求？连这种形式上你都不做，你就说啊，中国因为反正他也不会同意放弃，就这样。反正中国不要放弃，就不要给他规划，是不是就可以？不会这样讲啊？所以有人到理由啊，有很多人要到这里去争的啊。所以我们政府要寻求一个合理取代的方式嘛，要确定他会效忠我们这个共同体嘛。会背叛台湾嘛？我们才会知道是利用你刚刚讲的，否则都不应该去谈年限改变。其实现在是一个很好，这一次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要重新去审视20年前立的这样的一个规划的规定，是不是已经不合时宜了？是不是要整套全部改？整套全部改，我们才可以讨论要几年嘛？那我们才可以知道说他到底是比外配其他外国的配偶来的不公平，受到比较多的歧视，还是他们拥有比较多的特权？台湾现在对前几年有修改这个有关国籍法的规定，我们也有给特殊公勋国民，内政部直接给身份证，不用放弃。不过你去查一下谁可以得到，是在台湾住了40-50年那些神父跟修女为主呢。人家离开匈牙利跟瑞士，一辈子在台湾传教，然后照顾台湾的这个山上的这个原住民，然后活到70-80岁，没有办法。人家本来想说要回去这个欧洲啊，那个加拿大的修会，我们那时候你就留在台湾好了，给他身份证，不用说一定要放弃他的国籍。这些中配有的才20-30岁，他就可以直接拿到这个国籍，他对台湾有40-50年的特殊功勋吗？我们只有特殊功勋才可以双重国籍耶，不用放弃耶，只要中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籍，就在台湾相当于特殊功勋，这太荒谬了，怎么可能这样？这才叫太离谱了吧？哦。谢谢，好、哦，我讲太久了。谢谢，来来来，再继续哈，再加，他讲的蛮清楚的。中共没有把台湾当成国家对待，所以当然很困难，没错。但是我们本身站在国家安全，应该制定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跟方法。那台湾这里八旗文化有一个这个互查，哦，他本身已经入台湾，要回中国去办这个户籍等等的，就马上怎样被扣押关起来，现在在哪里不知道。众人很多啊。台湾人他很清楚，中国的反分裂国家法已经把台湾所有世界人都反对，中国人都变成他可能要逮捕的对象。台湾人很清楚，中国不是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啊。OK， 好，接下去我们是不是来我们的喊口号好不好 ？OK， 好，来我们来一起喊好不好？好，我念一下哈、哦，中配缩短连线，中配缩短连线，台湾国家危，台湾国安危机。台湾国家危机，中配缩短连线，中配缩短连线，台湾国安危机，台湾国安危机，中配缩短连线，中配缩短连线，台湾国安危机，台湾国安危机，中配缩短连线，中配缩短连线，清洗人口，清洗人口，中配缩短连线，中配缩短连线，清洗人口，清洗人口。对中配基本上没有任何歧视，但是要符合台湾国家法律。我们要很清楚，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台湾目前唯一的敌人，因为他要并吞台湾，这个毋庸置疑、哦、好，接下去我们是不是请这个我们中社的这个董建龙社长来？来，请坐，谢谢。
咱正做位吼，咱足侪咱来自台湾各地诶台湾诶前辈吼，咱过去伫民主社会伫过程内面，咱争取诶就是台湾诶民主。今仔台湾民主发展到这个程度了后，其实我想今仔伫遮足侪咱诶朋友吼同事，其实毋是反对吼外国人，还是讲外国朋友来台湾。其实台湾是一个足友善诶国家，咱愿望所有全世界对台湾友善诶人吼，咱诶外配。好、哦，其实就是咱增加咱台湾人口，和咱台湾新住民的这个好朋友，大家斗阵来台湾。其实这是台湾人基本对社会、对所有国家的人的基本的礼貌。但是为什么咱面对中国的这个来这的这移民，咱有一寡限制？其实咱这个限制不是针对中国移民。咱是针对所有来遮的外国移民拢同款，讲咱去外国嘛是同款。我伫美国读册的时阵，美国人也是安尼规定的。你像我要用保险，吼、哦，也是爱立钱，而且有一个程度，伊刚刚报到一个程度尔。吼、哦，咱台湾政府特别，我伫学校教册，我嘛特别吼、哦、照顾遮的学生囡仔，或者学生囡仔有一寡特别的照顾。其实咱的所有标准拢同款，但是一个标准就是讲，咱要认同这个国家。爱认同这个国家的所在，其实咱伫美国被去了入籍的时阵，或者宣誓效忠美国政府，而且放弃本国的籍国籍，所以咱要求其他的国家来的时阵，其实嘛同款。所以台湾其实咱的相关的移民法规要修正，为什么要修正？其实咱的修正，咱的法规对足侪外配嘛拢足无公平的，哦，包括讲我上好的朋友，哈、哦，阮罗岗电线的秘书长。伊嘛是外配啊，但是伊拢唔敢去到放弃伊的国籍，因为咱的国籍法的规定有足侪无合理的所在，会让他变成人球。所以我们的国家的法令本来就应该要修正。那在修正的过程里面，我觉得中国国民党的立委还有民众党的立委，你不要想清楚，你是站在谁的立场讲话。台湾是咱家己的国家，咱要做的第一项代志，即保护住伫遮的人民。第二就是要保护所有认同这个国家的人民的权利。当外配要进来，他一定要放弃他原本国籍。但大家放这取得国籍跟放废国籍的这个中间，我们怎么样子保障他们的权利？所以其实年限的拉长，或者是有一定程度的年限，其实都是为了要保障彼此之间的权益。啊，这个权益我们现在其实只看到说啊，中配六年，现在缩短四年，好像啊。啊，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在对中配有什么意见？没有，不是这样。我们如果去看所有其他来自东南亚的国家的这些啊新移民们，啊，我们的台湾之子的妈妈们或者是爸爸们，事实上他们要花更长的时间。我们怎么都不去讨论这件事情？立法是一个公平的过程，公平是咱台湾人要求的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公平。我感觉讲，今仔咱伫只要讨论代志，我请咱立法院的所有的啊立委，爱注意这样代志，就是咱要给所有的人一个公平的机会。公平就是讲，你若要修法，要讨论这啊，要变六年变四年，好，无要紧。安尼啦，所有的来要来台湾的这些外籍的朋友，因为落籍的过程内面，所有都公平的代志，大家统统提出来讲。不是只有针对一项事情来说明、来修法，公平才是正义的开头。对，公平的证书，差不多正义的才讲。对。所以，我真正恶梦，咱这立法委员啊，好好来思考，好好来讨论。台湾人不伫遐歧视别人，台湾人恶梦说甲所有的人做朋友。但是第一项代志，来遵守台湾这个国家的法律，来认同台湾，这才有意义。好、啊。多谢，多谢，感谢，感谢哈。OK， 再来，还是要公平。啊，没有任何歧视，但是我们要特别强调，中国对台湾是有领土的野心，是要把台湾占有。这个要预防啦、啊，所以这是牵涉到清洗人口哈、哦。那接下去我们请那个我们来台中来，不用讲，来唱，先立了，好像。各位来自全国的好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感谢即摆南社、中社、北社来举办这个说明会，还讲予全国所有每一角落的这乡亲朋友拢拢知，也感谢今仔日出席的所有的媒体，先伫这甲恁一鞠躬，甲恁说多谢。透过啥物啦？爱予全国的人知影，海峡两岸是一边一国。头拄啊，这个发言人已经讲得真清楚，咱是要求啥物货？公平对待，并没有歧视，并无轻视中国的诶这个装备。但是，咱迄你顶头有写着，咱来守护台湾，咱来顾好咱的健保。因只若来一个人来，带咧几群人来，甲健保咧诶这个物件会付较付较负责。所以全国所有的乡亲朋友啊，知影今仔日来伫遮咧拍击，讲互大家听，最大的目的就是啥物货？装备。无应该享受着头大遐教授所讲的，唔免考试，唔免了，不六年改四年，这是足无公平。所以呼吁的是公平对待，绝对袂使让因的家属来台湾享受咱的公报，对唔对？对。所以咱要坚守、坚持守护台湾、保护台湾，简单讲就是安尼尔。希望透过卡米拉，咱台湾全岛来。每一个角落所有乡亲共同站出来，反对装备六年改四年，反对因唔免考试，反对因的家属来遮享受，或者是公布，对唔对？ Yeah! 拜托各位，拜托卡米拉传播出去，谢谢，多谢大家，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来自全省所有乡亲鼎力支持，谢谢。謝謝多谢咱这个旅游的教育，教育，太大的教育了。你把这个公掉了，这个还是公平，而且要有国家认同的这个概念哈。啊，跟来真多谢咱在座这些民代表了啊，还有在现场维安的这些警察朋友，来，我们掌声，我们谢谢他们哈。谢谢，好。但是咱家这里，咱北社哈，北社这里南路小店啊，来。罗医师来，客家。大家好。嗨，我是罗医师哈。不想再光着肩膀哈。等一下让医生来讲一下肩膀好不好？好。今天有很多台湾人站在现场，我们要讲的不是只有我们自己的权益，包括我们现场所有的记者小姐、摄影大哥。我们的权益跟你们权益在一起，就是台湾人的权益，对不对？对。各位，台湾有2300万的国民，我们靠自己的努力，把台湾建构成一个强大的国家，对不对？对。我们看历史，要去看其他国家、其他地区的状况。1997年，香港开始慢慢的引入中国的移民。每年50000人，只有进去没有出来。过了20-30年，跟大家讲，现在香港的医疗是不是崩坏？对。我跟大家讲，做一个核磁共振，要1年4个月的等待；做一个 CT， 要1年8个月等待。对。各位，香港人招谁惹谁？为什么要受这样的痛苦？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痛苦？没有。我们很多的台湾的这个长辈年纪都大了，我们需要很多医疗的耗用。咱今仔去便宜定定，咱若排 CT 嘛，嘛是爱排几啊礼拜，对不对？对。啊，若搁加一挂中配医生来，请问是排愈久，对不对？对。你今天把6年变4年，是不是一个强大的诱因？告诉他们说，拢总来，拢唔惊。温死的。温室炎啊，当你医疗拖久了，就会造成健康的危害，会有很多的并发症。第一件事，第二个，台湾的医疗，台湾的医护为谁而战？台湾人。为何而战？为台湾人的健康而战。对。这些年，台湾的医护从疫情开始非常辛苦，我们也知道台湾健保因为要照顾所有民众，所以我们有总的制度。所以我们有点值，跟大家讲，现在点值剩下0.81，打8折。如果再继续下去怎么办？为台湾人健康，我们可以坐下来一起谈，
但是如果为了这些我们说的跟台湾没有关系的中配疫情，我们为谁而战？我们为何而战？对，再来我要讲的是，这些提这些我们说的六年配四年法案的人，他们常常用什么？用人权、用改革的大旗来包装什么？他们在跟其他国家比另外一个。各位，这是台湾。我们现在在旁边的立法院，有很多的党团、很多的立委，他们属于三不明状态。什么叫三不明？第一不明，你不知道他到底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第二不明，你不知道他到底是中国国民党党团还是中国共产党党团。第三不明，你不知道他到底是代理谁在台湾这边大放厥词，对不对？对。我最要跟所有台湾的人民说，台湾医护必须请命，我们有78000名西医师、中医师跟牙医师，我们有190000的护理同仁，我们已经累了，我们也是血汗之躯，我们为台湾而努力，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的心力被冲击到最后的极度，那样子我们受不了。如果这些立委要继续推这样的法案，我只能说太疯狂了，太夸张了，我们不能接受。也要告诉我们，这些立委说他们推的是优先法案，他们领了很多政党补助，有很多助理费，有很多研究费，请他们讲清楚优先在哪里，这些法案对台湾有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如果没有，请他们节制。今天看到的这些台湾人只是整个台湾土地上的一小群人，其他人在家里面拳头握紧，大选选完，但立委不按照台湾的意志来行，这些人必须克制，我们会将你吞噬，大家一起努力好不好？好，反统战，反统战。好，谢谢谢谢谢谢多数小这些专家哈，很清楚的，中配绝对不可以延长那个缩短，缩短这个时限了。另外，当然就是说本身要跟其他国家一样，不能享有所有一切优惠，包含所有一切，一切是最严重的。我们了解了。好，接下去我们是请了特色的社长来陈老师，他的特色老师，谢谢。台长好，我是台湾特色社长陈彩仁。台湾的外配问题啊，90%都是假的文件，90%都是假的，这是过去的历史记录，这个不是我们在抹黑在栽赃，所以我反对这个造假的文化。第二个，台湾的幸福健保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们只要把这个健保的制度给破坏，我们没有必要为15亿的人的这个健保，我们来帮他来承担。我们台湾很努力经营我们自己的国家，所以拜托大家把这个外配的这个洗人口的问题，大家都给我们支持，谢谢大家，西风台去了。你想一想，如果中配有所谓的1000，那其他除了中配之外，其他的所谓的外配，是不是要求可以1000？对，那台湾就大乱了。然后的健保也好，然后的国安就崩溃了哈。接下来我们请这个来，我们来人来人好，我们来人了，我们来东胜来。欢聚胜利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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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各位党员主任，大家在，大家好。我是花莲来，当下，首先大家拍摄，花莲来选一个报三个，第一个台哥特权，外哥报告钱，今晚要开始，三二个台词，变成优势啦，来，反对好不好？好。咱大家想看卖。十年前，咱是不是伫这所在反对国民党、共产党，因要偷渡服务贸易，咱就该倒来咯。有啊！十年后，来因着，用这个中国配偶的这个要来西林口，我请问来扫荡人。咱有在听还动来了？有，有信心吗？有。我要甲大家报告，我要甲大家报告。2014年，克里米亚因为伊有58%俄罗斯人，所以伊经过刚公投，西林港变成俄罗斯的一部分。咱台湾变无？无。第二，拄啊。拄仔罗文书讲着香港，唔是干香港，啊，佮有西藏，啊，佮有新疆，内蒙古，拢是西里教。维吾尔族。第三，乌克兰的战争，我来台湾报告。乌克兰佮咱17%的俄罗斯，但是普京的理由讲，伊是俄罗斯的一部分。我要甲大家报告，台湾有33%，无理由讲伊是中台湾人，这个是起码。国民党、民进党、共产党，因联合要洗人口的一个政治基础，所以咱即马剩67%的台湾人爱竞争的。我要甲大家报告，这个法案有可能通过，因为因国民党、民进党加起来64席，那通过了后，咱要行出来无？哎，要行出来无？哎，要行出来无？哎，所以咱要全变。伊来通过，通过了，台湾人爱收拢，站出来，咱用公投来解合决掉，咱用选票，把国民党、民进党解打出台湾的政党，好不好？好。多谢大家，多谢大家。好，各位啊，台湾岛的主人，大家好。好。第一点，中国是咱前主席台湾唯一的敌人，对不对？对。咱对敌人讲什么人权？咱对敌人讲什么反歧视？这个有道理？无。好，这第一点。第二点，中国的人他只有放弃户籍，他没有办法放弃国籍。那你大家知影，中国人因为国家情报法。第七条规定，任何组织跟公民都应当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请问这样子的一条法律扣住了中国人民、中国国籍的人民，那我们台湾在干嘛？我们如何防范？我们这几年连中国代理法都没有去通过啊，是非常遗憾的事情。第三点。我觉得这是跟大家也非常息息相关的、啊、哈。那个中配要不要比照外配？外配的父母没有办法来台湾呢、欸。对，中配他70岁以上的爸妈都可以来台湾哦，而且就可以直接保健保。12岁以下的孩子，他们也可以直接保我们的健保。一起啊！一起啊！这样子刚好合理。合理。本的俄罗伯这样、哦、外配没有这样、啊、外配没有这样，所以呢我要给大家报告，其实呢咱这个健保它亏损了很多年了，但是这一两年是有盈余的。为什么有盈余呢？因为国家有补助这个240亿的健保钱进去健保基金。第二项下面跟我们都息息相关，718亿的补助健保费。请问大家加班，请问大家的租金，请问大家存在银行里面的存款
是不是还要被抽补充健保费？对不对？对。这是谁的钱？咱的钱。啊，政府是钱伤济，是不是啊？啊，钱伤济，你搁从1.91%，然后涨到现在2.18%了。一直给我们涨补充健保，然后就说我们健保快要倒了，然后现在又引进很多的人要来用健保，这消息就奇怪。没有，台湾人爱做一个逻辑的人。好，熊妹，那你要会记哩，中国是我们现在唯一的敌人，跟敌人不用说人权，跟敌人不用说反歧视，对不对？对。谢谢。赞。来，大家好，我是台湾高林书长，我是陈俊涵哈，差不多大家拢讲啥，唔知要讲啥哈。咱伫个迄个中山北路加中澳西路的路口哈，咱为着要提升大家这个代志的严重性，咱有伫个咱的大楼挂这个中配入籍国安危机的大布条哈。咱希望即站所有进出的法医的这个陶冶诸公这个领域哈，会当把这个当作是严重的国安问题。另外，我要提醒的是，这个事实上，即摆咱是在一拍吼，咱讲国安危机，基本上咱是认为这个制度设计的问题。咱相信绝大多数的所谓中配，拢是为着要逃离共产集权制度，为着要寻求更加好的人生，在远嫁来台湾。所以，咱今仔日所谓讲的国安危机，其实咱针对的，特别是。这个除了是人口以外，咱感觉制度的设计才是严重的问题。最后有一个上根本的，咱无法度把中配当作是外籍，是因为咱有一部全世界上荒谬的宪法，就是要为因应国家统一前的宪法，咱竟然把中国人看作是跟咱同国的人，所以咱无法度把伊当作是外籍，所以。这个釜底抽薪的这个根本问题，就是要废掉这部包括中国大陆的中华民国的宪法，制定咱属于咱台湾人家己的一部道路。重新制宪，重新制宪。加油！加油！加油！大家好吼，啊，大家拢叫我冲咖啡啦。我今仔来吼，无要冲咖啡吼，啊，无要甲咖啡破伫电脑里面的证据吼。今仔日呢，是来表达一个拄啊党团的记者会态度。拄只民进党党团的记者会，嘛有记者媒体朋友问到同款一个问题，有关中配问题。民进党党团的态度介简单，中国就是外国，有清楚无？有。中配视同外配，敌国。中配外配平等对待。他是敌国。外配取得国籍，伊也经过一层再一层的要求。你中配要伫台湾摕到身份证，你嘛爱甲外配同款经过考试。甚至阮党籍的委员提出，你嘛爱进一步来进行。宣誓效忠，没有进行宣誓效忠，因为目前呐、啊，歹势吼，我这个是较早我做国代吼，摕到的国民大会印的《中华民国宪法》，这个绝版啊啦，2000年了吼，这个就无这个国民大会2005年了就无啊，所以呢，这内底写到足清楚，中华民国自由地区甲大陆地区的人民的权利义务。另外，依法律来规定，这就是《两岸条例》。《两岸条例》规定啊，介清楚。所以，即马国民党因所主张的、大家党所要求的，实际上，请因回去看当年因自己国民党主导通过修宪的内容。中华民国，咱叫做自由地区。啊，迄边呢？迄边叫无自由的地区啦。好、哦，啊，这两区的人民的往来，权利义务。另外以法律来规定，包括着因的主张讲，要予台湾人伫中国会使投票、会使投票、会使转票，这嘛是违反宪法征收条文的规定。内底写得介清楚，要选总统，中华人民、中华民国主权地区人民必须要反国才能投票。
听清楚了没有？反国，回来台湾，回来台湾才在投票，绝对袂使温存因危险去修法，要予台湾人民伫中国迄、那个所在地在当票。所以呢，无咯，因讲要比较啥嘞？要比较讲其他的民主国家啦，美国啦，其他国家，歹势哦，美国的公民。在中国要当票，美国总统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中国伊承认美国总统的选票伫内底有效。中国习近平会接受印有中华民国总统的选票字样的东西在里面吗？我反正上台了。第二，美国伫中国是设有大使馆、领事馆，所以呢，美国人要当票要去使领馆投票。如果国民党嘛认为讲台湾哦会使伫中国。设使领馆，迄就是两国论，我嘛盖欢迎啦。哦，啊，所以其他观众大家，赞起来！多谢啊，多谢今天立委哈啊，你点的不要生气，大家真的是紧张的，现在对民进党是要全力的啊，鼓掌，我要扣人台湾心里。另外，期待大家特别关心。国民党跟这个民众党的话，会针对不在籍投票部分下功夫，这个算是一个很严重的中国干涉台湾的行径。对，那今天我们的记者会就到这边哈，再度谢谢大家媒体朋友啊，谢谢。好，谢谢。好好哈，好好哈，好好哈。来，三重镇。中配双管连线。中配双管连线。国台湾国安危机。台湾国安危机。中配缩短连线，中配缩短连线。台湾国安危机，台湾国安危机。中配缩短连线，中配缩短连线。台湾国安危机，台湾国安危机。好，谢谢大家，多谢各位，多谢哈。今天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